都说王一博之后再无蓝湛，看到罗云熙同款造型后，网友当我没说，今年最火的剧就是陈情令了，吸引了很多的卡粉，很多网友觉得王一博简直就是蓝湛本人，即使现在剧中了，仍有很多的网友表示走不出来。罗云熙曾经就有过古装装扮，在香蜜沉沉烬如霜饰演润玉，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男人，很多网友看过他的古装，觉得他太适合古装了。这部罗云熙与王一博的同款造型出来后，纷纷打脸网友，网友发现好像罗云熙演蓝湛也不错哦。王一博听到网友觉得他的蓝湛造型后继有人的评论后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，你觉得罗云熙演蓝湛怎么样？欢迎下方评论区留言。